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九宝，几年在这儿住了一片牛豆，哎呀，看今年这个牛豆长势看多好。今天过来给我妈一个婆姨过来把这牛豆摘回一个再给。给呀，看我今年住的牛豆火力可大了，哎呀，看着多好。柳豆头插能子嘞，现在把这个头插摘回一个，留着让养着，再过一段时间柳豆熟的话再摘。他这还贼这么多。哎呀，哦，摘完了走回。嗯。吃把人烧死，回咱两两都吃上一点算吧。走，回家给你熬柳豆米汤，让你泄一泄火。啊。走吧。凉了一点嘞，先倒上一点熬米汤用。把柳豆往进洗一下，刚用奶瓜沏了一点面，今天就炸个奶瓜卷卷吃。把饼皮擀开，油温五成热，馅儿入炸。炸出来，捞出来。来啊，我给你倒点我腌的韭菜。嗯。咱们先烧开。哎呀，你吃吧。妈，这啥卷卷的？这还这么好吃？是南瓜卷卷。南瓜卷卷。哦，我今天蒸几块瓜。嗯，我直接贴贴了。妈呀，嗯，你看今年的柳豆还第一茬还摘了两筐子了。啊，那还可以，第二茬才摘的多，我第三茬上就没事了。啊，就这三茬摘。五个娘。这个我回家弄那儿再烤。是吧？嗯。那你喝几碗？嗯，喝吧，两碗。哎，你也喝两碗，我也喝两碗。你吃饱了？吃饱了。美女，你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可能吃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，喜欢的朋友给我点关注、点赞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。